2斤半，但我手里是很轻的。她笑称自己是崇明岛上唯一会杀羊的女人，村里人都叫她林一刀。看上去是个柔弱女子，但是她下手起来也挺狠的。她的做事，她的风格，确实就是男人的风格。不小了，长得太帅。然而，就是这个在外人眼中的女汉子，为何在镜头面前沉默离去，偷偷流泪？一场仓促的婚姻，她说自己是被骗到这的。8年的婚姻生活，怎样的委屈让她想选择在黄浦江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？我想就死了算了，一了百了，因为压力太大了。看林林如何被逼练就崇明岛上一把刀。欢迎收看《致富经》，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啊叫林林，是一个一心想嫁个城里人的县城姑娘。22岁的时候呢，在表姐的介绍下认识了一个上海男朋友，应该说是个好事，因为认识当天就闪电般的订婚了。可就在结婚的那天晚上，这林林却说要悔婚，而且还声称自己被骗了。而就是这段冲动的婚姻，却引发了一段充满非议的财富。怎么几个？你看他车的可坏了。对啊，像小孩子一样的。他是林林，绰号林一涛。2015年1月，记者在养羊场见到他时，有些意外。来，他的习惯呢，就是说自己吸奶的时候，往妈妈的奶上呢一直撞。他要把我的奶瓶一直往前顶，当妈妈的奶一样，你看。小羊羔刚出生3天，羊妈妈就死了，其他的母羊又不喂它，林林只能亲自泡奶粉来喂。跟孩子们，他现在像奶妈一样，你活到哪跟不到哪，那我只怕跟我走。林林笑声爽朗，怎么看都和林一刀这么霸气的名字不搭边，他怎么会有这样一个绰号呢？记者采访时很快就见识到了林一刀果然名不虚传。抓羊磨刀，林林体重90多斤，宰一头羊只需要10几分钟，这个速度和刀法让村里的人都很惊叹。看到杀羊，然后就就这样一刀捅下去就没有。看上去是个柔弱女子，但是她下手起来也挺狠的，所以起那么外号叫林一刀的。2斤半，但我手里是很轻的。但是对于林一刀这个绰号，林林却感觉有些难为情。刮上去的很薄很薄的，摸上去有。林一刀嘛，相对而言对男的嘛，像称呼还可以。换我一个女的叫林一刀，感觉我变女汉子了，不像女人了。其实有的时候嘛，杀羊这个东西也是什么事情都是被逼出来的。林林是江苏省泗洪县人，10多年前嫁到崇明岛。嫁人之前，林林并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会舞刀宰羊。她和所有女孩一样，梦想着嫁个好人家，开始幸福的生活。然而，林林所有的想象都从她出嫁那天开始改变。我说怎么帮我带到这个地方，是不是人骗子啊？我有这种想法。林林怎么说自己是被拐卖过来的呢？她到底经历了什么？他又为什么说自己是被逼成林一刀的呢？2003年，22岁的林林出落成了漂亮的大姑娘，在江苏老家的一家理发店学习理发美容。林林心里一直有一个想法，要嫁个城里人，找一个不要种田的，有个2层小楼房的，感觉种田太辛苦啊，日晒风吹的。我爸爸妈妈种田那么辛苦，我想就是说，为往后的那个生活嘛，就是好一点嘛。她叫张学平，是林林的表姐。2003年3月，
张学平找到林林，说要给他介绍一个不错的对象，上海男人，包林林满意。表姐说的林林有些心动，她决定去上海瞧瞧。我就说当一次旅游吧，没事去看看去吧。然后过了几天嘛，然后我们就跟我妈，然后就乘长途车到上海来。一路上，林林看着摩登繁华的上海，想到自己终于能够嫁到大城市生活，心里是说不出来的欢喜。心里想是在端那个酒杯，然后就是穿着那个很亮丽的那个晚礼服，然后就是在那个当中的，就是说在自己是约会啊和聚餐。可是车子开着开着，林林却觉得越来越不对劲儿。原来表姐给林林介绍的对象来自上海市崇明县新国村，这里和林林想象中的上海完全不一样。鸟不拉屎的地方，太荒凉了。然后这里人家崇明的有一句话，就是说崇明有三宝：蚊子、苍蝇和芦苇草。他说我跟你说个对象是上海的，他没跟我说崇明，如果崇明的话可能不会来。我也没有夸张，这崇明岛是个岛，现在所以上海管。林林虽然感觉表姐把自己骗到了崇明岛，但碍于表姐的面子，当天中午还是按照约定和男方一家人吃了一顿午饭。然而林林没有想到的是，这一顿饭下来，他竟然闪电般的订婚了。真的是像戏剧化的那种感觉，个头也行，然后就外表还可以，而且我当时的想法，这个孩子是老实的，我是看得上老实这个本分的。现在这花花的小伙子太多了，然后感觉老实本分过日子就行了。很洋气的这个小姑娘，穿的裙子，冬天太时尚了，看中了就好了，就回来了，就订婚了，很快的，就一天吧，一天订好了。订婚半年之后，2003年的10月，林林和陈磊在江苏老家举办完婚礼，就匆匆地乘长途客车往上海赶。可就在回到上海的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，却让林林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他要悔婚。三年我回来，三年我到你聘来的什么的，一切都晚了，有什么好讲的呢？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那天林林一行四人从江苏赶到码头时，已经是夜晚11点多，从上海开往崇明岛的最后一班轮渡已经开走。刚到那里吧，就是船已经走了。我说哎呦，这个结婚太惨了，人家结婚是车子接的，我们是自己坐长途车的。10月份那时候天气也很冷，然后说哎，又冷又饿的，然后就泡点方便面，每人又桶方便面。望着空荡荡的码头，林林想到自己新婚之夜只能在码头吹风吃泡面，就满肚子委屈。我说不接了，回去了，说来火了。然后我表妹就说姐姐，你今天开始是大人了，我们是小孩子，我们可以耍脾气，你不可以耍脾气啊。那没办法了呀，人家都在这里，你总归要顾全大局吧，我不可能不顾全大局，我一个人走了，家里的怎么办。表妹的一番话化解了林林的委屈。等到第二天清晨，乘轮渡赶到了崇明岛。可是林林嫁到崇明岛不久，又开始想要离开。原来结婚后不到一周，林林的老公陈磊就被调到辽宁省大连市做押运钞票的安保工作。公公婆婆整天忙活，也顾不上陪林林。人生地不熟，又听不懂当地上海话，林林觉得日子太难熬了。就像一个傻子一样的，他们讲话我根本就听不懂的呀，想家会一个人偷偷的哭啊。晚上我一个人在睡在被窝里的时候，我就会心里想，哎，怎么跑这么远呢，后悔，也想走了，想一走了之。2003年12月的一天，林林买完菜回家，路过村口时无意听到街坊邻居的议论，十分生气。就是怕骗人啊，好多就是怕了以后嫁了过以后了，为了户口呀，为了想上海户口，怕这户口迁过来过以后了，提个几年离婚。你为什么说外地人到这里是骗子呢？我就是为了他们一句话，我就跟他赌一把，
我这个人很倔强，你说我不行我非行。后来我就暗暗的下决心，我肯定不会走，但我还要做一番事情出来，我让你们刮目相看。一直纠结是否离开的林林决定留下来。2004年2月，林林在当地一家咖啡馆找到了一份服务员的工作。10天之后，林林就被破格提拔为了领班。真的，每一天做，晚上做，别人不高兴的做，我都抢先的做。到这里那个有卫生间，我就去一直冲卫生间洗呀什么的，人家都看在眼里。可是刚升上领班不久，公公婆婆却不让林林再干了，要让他回家烧烧饭、洗洗衣服就成。原来街坊邻居的闲言闲语又传开了。双方结婚啊，这个实际上啊，夫妻之间嘛，也不会很少见面了啊。年轻人们出进了就是不放心嘛，要去了。林林为了让公公婆婆放心，从咖啡厅辞了职。之后的7年，林林没事就在家里带着小孩。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让林林憋了一口气，一定要自己挣钱。2011年2月，在家闲着的林林想买一台电脑打发时间，可是没有钱，林林只能向家里管账的公公伸手借钱。公公的脸色不好看了。电脑呢我也不知道，跟听人家讲的是上很贵的，就是说削皮很贵的。我自己买个东西都需要你，都要听你的指挥啊，对吧？还是自己，我感觉还是不论谁有，还是自己赚到的才用得踏实。林林开始四处寻找创业的项目。2011年3月的一天，林林像往常一样到菜市场买菜，突然发现有家肉铺生意十分火爆。一打听，大家抢着买的是崇明白山羊。人家都说这个崇明岛的那个白山羊羊肉就是说非常有名，然后就是上海的市区啊，我们长三角一带的江浙沪都喜欢这个白山羊。观察了大概有半个月之久，一直看着他们的羊肉摊上嘛，全部都是卖完的，都是在10点半左右全部收摊的，肯定是个热销的产品呀。林林在崇明县考察了一圈，发现有不少人都靠养殖崇明白山羊赚了钱。这种白山羊算是崇明岛的传统特产之一。它应该是草孩子嘴巴里，它要好吃呀。它的特点呢，就是说这个羊角，它是崇明的特色，就是这样的。它不像那个大角、大弯角的那个，这个正宗的崇明羊是小角的，小外八字的。小外八字的。哦，对，这走路像就像走路一样。对，像走路一样的小外八字脚。哦，因为它耳朵又小，体积不是大。一般正常的在35斤、35公斤左右。哦，就是长不大的。林林想要养殖崇明白山羊，可是一算启动资金就要50多万元，自己没钱怎么办呢？林林知道公公婆婆有100多万元的积蓄，这都是老两口卖鱼卖螃蟹攒下来的。林林准备先借30多万元，可是公公一口就拒绝了。这个养羊近期条件太差，我不同意这个养。一直要钱，一直要钱，这个钱我们要捧老的。你要实际场景，你实际想办法，你不要老是盯着我们要。他有钱，他不借给我，他就借给别人，借给人家30多万的，还有借一个10万的，都借给别人。你想我知道的是心里什么想法？我们还不接一个外人来。林林哭着开车冲了出去，她觉得自己嫁到小岛之后一直被人看着，干什么都不行，过得太压抑。结婚8年的这种生活她真的受够了。林林将车开到黄浦江边，想一头扎进水里。我想就死了算了，一了百了，因为压力太大了。我就一个人傻傻地坐在那，然后坐在那个边上的时候，当时就是心里想，如果我栽下去了，孩子怎么办？最苦的是我孩子。后来我想，也不能这样再闹了。后来我事情总归要做的。2011年底，林林问自己的父亲借了25万元，又贷款25万元，开始修建羊舍。可是没过几天，林林却发现请来干活的水泥工匠不见了。打电话一问，才知道是公公捣的鬼。
他说我们不敢去给你做了。我说为什么呀？说你公公说的，你那我们不是在帮你啊，我们在害你，所以我们不敢去了。他们都这样说。当时我听得来，听得了吗？来火了，说你下次不要来了。我这里哪怕随便，哪怕就是我亏也好，赚也好，跟你不大没不大关系的。玲玲给公公下了逐客令，羊场大小活都一手揽了过来。他是玲玲的父亲林富成。2012年6月，玲玲的父亲从香港旅游回来，突然想到来上海看个大女儿，可是刚一到羊场就愣住了。这个一个大女儿又瘦又黑，开个板车一个人，当时瘦子寻棍出事了，我看着怪心疼了，她妈妈都淌眼泪了。父亲看着以前在家被宠得不行的女儿，现在却累得又黑又瘦，也没有人帮忙，很是心疼。他说谁叫你自己要做这个事情的啦，然后我也没跟他多说，我说我自己喜欢就行了。父亲知道玲玲是一根筋，劝不回头，考虑再三，决定将江苏老家两家年利润50多万元的砖瓦厂卖掉，到崇明岛帮助玲玲养羊。松了一口气，心里是很开心，真的很开心。晚上睡觉我也在被窝里偷偷的哭了，我感觉只有是父母是对女儿对儿子的爱是最伟大的，他是不需要一点回报的，他是无私的奉献。在父亲的帮助下，2012年底，林林将羊场的规模扩建到了100亩地，养殖母羊600多头，公羊20多头。因为帅哥的脚，哎，他像牛角羊的，他顶人很厉害的，就啪啪啪啪啪的。哎，这是羊爸，啊，还好我他认识我的，他认识你啊？对，但是别人来他都一直用脚顶的，听话听话，不听话就啪。然而，林林没有想到，一年之后发生了一件事情，让他至今都没有办法原谅自己。2013年8月，羊场爆发突发性胸膜炎，一个星期死了100多只羊。为了给羊看病，林林和父亲每天在羊圈从早忙到晚，经常连饭都顾不上吃。一天，林林给羊打针的时候，一只小羊突然窜了出来，父亲赶紧上前逮羊，结果一屁股坐在地上站不起来了。父亲被诊断出是急性静脉曲张，需要尽快手术。就肿起来了。哎，对。嗯，那当时开刀是在哪儿呀？在这边走的，在当中的。嗯。进去了。从这儿。哦，这。进开刀。从小腿。哎，这一扯到就是这，腿上就你看。嗯。这进了一刀，进了一刀，两刀，正好。到这儿。嗯。啊。进开刀的，因为颈椎受伤了。不想了，还太酸。虽然父亲现在已经康复，但这也成了玲玲至今不能解开的心结。开走溜达去了啊！溜达，带你去兜风。这是我的宝马敞篷车。为了提高白山羊的肉质，林林自己种羊草，还学会了开拖拉机。公公婆婆看着林林创业吃了这么多苦，仍然在坚持，对媳妇儿有了重新的认识，有空也会到羊场来帮忙。到现在我也不是那太子，我们就是自己的子女啊，自己子女嘛，羡慕了对吧？那你做个不帮忙嘛呀，做个不可能了对吧？林林的丈夫也为林林辞掉工作，全职看羊。就在羊场走向正轨的时候，上海长江隧桥已经建成通车。崇明到上海市区交通便捷，崇明岛优美的生态环境吸引了很多游客，当地兴起很多酒店、农庄，林林顺势将崇明特产白山羊肉销售到这些地方。2013年，销售额达到120多万元。就在这一年，林林被当地政府部门评为崇明县妇女致富带头人，上海市农业10佳青年。当地媒体纷纷进行了报道，玲玲渐渐有了名气。但是半年之后，玲玲和人爆发了一次争吵，
却把他逼成了林一刀。他叫王玉明，村里谁家来客人，杀羊都喜欢找他帮忙。2014年5月的一天，林林老家来了亲戚，于是挑了两头羊送到王师傅这儿，但是王师傅却不乐意帮这个忙。我屁股疼，你吃不消，你都当着啊，哎，都别的，这就建议小羊马马叫。林林怎么说都不行，一下子来了火，决定自己学杀羊。这就是为了争一口气，你不给我杀，我自己可以杀。听到林林的话，王师傅笑了，根本不信。说给杀，根本看不要看，小姑娘杀羊不给杀。现在像一个东西，年轻年轻的这么这个舞蹈跳舞啊，唱歌啊。林林一言不发，将羊拖走了。接下来的一个星期，王师傅都没有瞧见林林送羊过来，很是纳闷。找人一打听，才知道林林自己开始杀羊了。王师傅不相信，特意跑到林林的基地一看，还真就信了。了不起，小姑娘真了不起，谁来的呢？谁来的呢？一时干什么？怎么东西都干了？原来林林和王师傅闹掰之后，真的开始找师傅学杀羊。林林以前干过理发美容，又肯花心思琢磨，学得很快。我自己以前就是会理发，这个刮那个羊毛嘛，就跟剃胡子一样的，手到擒来。从此之后，村里的街坊们谁家想要杀羊自己吃的，都愿意找林林来帮忙。而作为崇明岛唯一会杀羊的姑娘，林一刀的大名也在崇明岛上传开了。林林的老公更是特意在打火机上刻上林一刀三个字，都叫他林一刀。林一刀，我老婆就是林一刀，就是我的吧，就打火机，像打火机人一样的带在身边，天天带在身边。做林一刀我觉得是一个，就像说你就像提到刀嘛，感觉是男士的，就所以就他觉得是一个汉子的感觉。他的做事，他的风格确实就是男人的风格。大家开玩笑的话让林林有了启发，他有了一个更大的计划，他要把林一刀做成自己的特色和品牌。2015年初，林林将崇明白山羊推广到上海300多家店，并开始带动周边的村民一起养殖白山羊，统一负责技术和销售。今年预计销量达4000头。什么事情都是这样的，想做的事情立马就做，我不会去拖拖拉拉，今天的事情我今天必须给做完，哪怕晚上12点我必须给完成，就是说执行力特强。我们的记者去采访的时候，林林说他已经参加录制了3个多月的上海电视台的梦想创业团，从100多人进入了前9，认识了很多创业的同道中人，收获也很多。从想嫁个好人家到自食其力创业成功，林林的转变也让他在自己双手创造的生活当中实现了梦想。好了，各位，如果您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，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事网以及农事网的官方微博、微信、移动客户端，同时欢迎登录央视网浏览查询。广告之后，我们一起来看致富经的下期节目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。它的独特商机，只要发明成功了，我站上冰山一角，这个价值非常非常大，竟是在随处可见的土里发现的。在农户被土折腾得够呛时，那不是人干的活儿，都是那就是驴的活儿。他却靠着这个商机，一年卖出500多万元，而他也因为土眼含泪水。挺丢脸的，很多事情。折腾土也被土折腾，看角丽蓉这个爱钱的穷媳妇儿如何发现商机，发土财。